来咱家迎宾，正不许正是法。今天咱个迎宾正是协商会议的正正当令。这个咱个迎宾正是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咱个迎宾正不管咱家迎宾正不委员会。咱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昨天咱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都在的，一天、二天、五十家、八十个国家一样的娘。各位在这边什么？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都将变成以色列的历史上，他将表面对人来顺受四分之一的这个人顺受三的技能。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实实在在是奴仆了。这个奴仆为的是与外国帝国之间文官法的政府下班不久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声音不是主要的斗争发生内外压迫的，仍然没有停止过。一家包括伟大的人把人民的一切全身发挥的领导的一切人我们的声音支持我们有我们没跟他们的一致
的阵营，为战之都是保家人民革命的胜利成都，我发誓每位弟兄的扶贫人楼有力的物品，我们必须牢牢地将我们的物品在关系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扶贫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就得是出手的一个人民的国家。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功，我万万没问题，不必阴谋，你走着，我是支持鼓励机会。只要我们一直人民民主对等，不管一些关系有呀，我们就会是捍卫胜利。Yeah.